好，这里是花蜜音乐。今天小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首暗黑系的歌曲，不知道在晚上听过之后，一个人能否正常入睡呢？一起来看看吧。床边故事，周杰伦。据说这首歌是周杰伦为了哄女儿睡觉而写的歌，但是看到这样的歌词后，乖乖睡呀、不要害怕，乖乖睡醒来就吃苹果了，不睡觉啊，有传说会有人咬你的小手指头啊，不确定不是在开玩笑，这样还怎么敢睡。橱窗风鸣囧君，囧君在古风圈也算是有一个知名度的唱见，不过就是喜欢古风的人也很少有人会知道他曾有安娜的橱窗这样一首诡异的歌，这样一种暗黑系童话的歌，总是能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马车在奔跑，面具戴着嘴角，月色打开无人篇章，高傲笼中鸟，囚禁舞台中羊肉托马戏开场，身似一套金色长发，却无人走近触碰它，与众不同高贵模样吸引目光，传说黑夜是耳点魔法，能听见热光说话，他们祈祷善意的愿望，颤抖着残肢曲折，筋骨冰冷无尽的浪花，为吞噬温暖心脏，情深意郁不住在叫嚷，贪婪精神拥抱。哎，华晨宇，华晨宇的无字歌刚开始有不少人觉得非常的奇葩，难以接受，但是华晨宇一直以来在进步的同时将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保持下来，之后的这首爱依旧是一首无字歌，但是其中包含的感情让人非常的揪心，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最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萝莉音让很多人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女孩子，这首歌中的高音真的非常的惊艳，在听过一遍之后其实耳朵已经有些受不了了，可就是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到这里了，不要记得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